应香港正妹颜卓靈再登台，和你面对面。镜像人，明日青春预告，途金马奇幻影展，20万零1803.15。2018金马奇幻影展将于4月13日展开，金十五日公布连玉琪导演的最新喜剧《市长夫人的秘密》，将担任本届闭幕片，届时导演将率众演员们登台。此外，中国新锐导演张林子的新片《镜像人·明日青春》，主演颜卓靈、王百杰、李成斌也都会出席与观众见面。镜像人《明日青春》是以未来科幻为题，场景落在饱受污染的末日世界，以三个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的故事，描述仅有编号的镜像人试图拿回他们被设定好的生命主权。影片找来以狂舞派入围金马影后的颜卓靈、旧将锋王百杰、七月与安生李成斌等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领衔主演，精彩诠释剧中追求自由灵魂的动人勇气。市长夫人的秘密找来冷面笑匠张少怀，夏饰演综艺名嘴，与市长夫人陷入桃色风波。途金马奇幻影展，20万零1803.15。同样将在奇幻影展举行世界首映的，还有金钟奖导演陈慧琳的科幻新作《必须过冬》，荷兰导演王鸿飞 David Bobik 在台湾拍摄的《小玩意》。2018金马奇幻影展独家选片指南将在3月25日举行，并于4月1日于官网售票系统开放售票。更多详情请上金马影展官方网站 www.goldenpass.org.tw 金马影展脸书粉丝专页。